有一日，娘亲，你觉得点啊？我而家觉得好辛苦，我谂我都系唔得噶啦。唔好咁讲啦，我哋会谂办法邀你噶。仲边次会有办法啊？大夫话，佢话一定要鲤鱼煲汤。先至会好翻噶，而家天寒地冻，嗰啲河水都结晒冰，又边次会有鲤鱼啫？吓，咁呢个娘亲咪死紧？听落去咪知咯。唔得，我哋出去试一试。你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咁会冻死你噶。成条河都结晒冰，点样钓鱼呢？天啊，你帮下我娘亲啦！如果我再钓唔到鲤鱼嘅话，我娘亲就会死噶啦。点解喺冰里面都会有鱼嘅？系咯，我都唔信啦。就系因为佢孝顺，所以天仙帮佢啊。你两个都要孝顺啲啊。系啦系啦，我一定会请你食鲤鱼嘅。哈，其实点解你哋认为冰底下一定冇鱼嘅？啲水都结晒冰咯，啲鱼仲点游啫？咁又唔系喎。嗱，你试下喺厨房攞啲冰同埋水嚟啊。好啊，嗯。妈咪啊，妈咪，唔该俾啲水同冰啊。嗯，好啊。嗱，呢啲水。唔该，妈咪。嗯。嗱，唔该，妈咪。呢杯冰。小心啲啊。嗯。水冰。嗱，你睇下，呢啲就系冰，呢就系水。嗱，你哋估下，我将啲冰倒落水度，你估啲冰？会沉呢定是浮呢？等我试下先。好啊。是浮的。咁头先个故事都几合理喎。因为只有河面嘅水结咗冰，而下面嘅水仍然系流动嘅，咁咪有机会有鱼咯。啱啦。讲起上嚟，水都几得意喎。爹哋啊，不如你讲多啲有关水嘅嘢俾我哋听啊。好啊。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物质来的。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表面，有70%的面积都是水来的。而大自然里面各种气候的变化，就好像天上的云和雾，在植物上面所见到的露和霜，或在地上面的雨和雪，呢啲都系同水有关噶。其实喺地球上，所有生物都含有水噶。系啊，老师都有讲过啦。佢话我哋啲肉咁弹手，都系因为我哋啲肉里面有水喎。啱嘅。其实我哋肉里面真系有水噶。乜老师净系讲咁少啫咩？唔止，老师话水喺好多生物体内有好大功用。譬如水能够将食物溶解。又可以将养料输送到身体各部分。大概占了人身体重量的70%。如果将水抽出来，我们就会变成一撇东西贴着地下。点知一撇嘢咁简单啊？仲会死添啊！所以我哋经常去饮水咧，如果唔系，就冇办法保持体内各项功能正常运作噶啦。我知道，除咗动物需要水嚟维持生命之外，植物都一样需要噶。咁你讲嚟听下。哦，
因为我成日见到妈咪用水淋啲植物，我估啲水就会慢慢吸上去，咁就可以输送养料同支撑佢啦。你估得一啲都冇错。嗱，唔好挂住讲啦，过嚟食糖水先啦。好嘢，好嘢，有糖水食。哎呀，啊，帮住煲啲嘢糖水出嚟，试下先。哇，好香啊！系啦。你哋头先讲得水系咁重要啊，咁你知唔知日常生活里边水系有乜嘢用啊？我知，系用嚟煲糖水。哎呀，爹哋都冇啲正经。系啊嘛，水系要嚟饮噶嘛，讲得唔啱咩？啱，但系我想仔仔同女女答。咁好啦，嗱，由你两个讲水嘅功用俾你妈咪听啦。好啊，等我讲先啦。嗯。唔错，不过仍然忽略咗好多水嘅其他功用噃。嗱，例如几杯水，你哋每人讲一个水嘅特性俾我听下。冇问题。水系冇颜色嘅，冇味嘅，闻极都冇气味嘅。啱啦，如果我哋闻一啲物质而闻唔到气味嘅话，我哋就可以话呢啲物质系无臭嘅。不过你哋有一样嘢冇讲到喎。就是水是液体来的。水这种液体是很容易溶解很多物质的。不如我们大家一起试一下。那怎样试啊？譬如盐啊糖啊都可以溶解的。哇，水真的可以溶到很多东西，盐啊橙粉啊。不过这些全部都是吃得的。其实水都可以溶解很多其他工业用的物质。水真的很有用的。剛才媽咪不是說水是一種液體來的，其實在普通室溫底下這句說話才對，如果溫度低一點這句說話就不可以這麼說了。媽咪麻煩拿些冰來。好啊。你看看些冰。是吧，其實冰都是由水變成的，而些冰就是固體了。沒錯了，如果將水冷卻，本來是液體的水就會慢慢凝固變成做冰了。相反來說，如果將水加熱，本來是液體的水就會慢慢蒸發變成做水蒸氣了。
所以話水有三態，就係固態、液態同埋氣態。佢哋會喺特定嘅温度底下而互相變化噶。特定嘅温度？係啊。你哋睇下啲水變成水蒸氣嘅情形。如果用温度計量度啲水，就發現佢係攝氏100度。這個温度就是水的沸點。如果在水蒸氣上面放一塊鏡片，由於鏡片的温度只不過是室温，即是低過100度，那水蒸氣就會凝結做液態的水了。如果我們在冰箱裡拿些冰出來，再放支温度計下去，然後等它慢慢融化成液態水，你哋睇下个温度系几多啊？系摄氏零度喎。冇错啦，呢个温度就叫做水嘅熔点。低嗰啲温度，水就变成冰；而高嗰啲温度，冰就变翻做水。哦，咁水就随着唔同嘅温度互相变嚟变去啦。其实喺大自然里边都会见到水嘅三态互变嘅情况噶。啊！我哋都傾咗好耐嘅咯噃。